金曲歌王曹格暌违五年回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，这次有别以往的演唱会多数以经典的粤语歌曲为主，曹格更是近距离与歌迷互动，坐在粉丝中间开唱致敬张国荣的歌曲。之前饱受婚变疑云，自曝跟老婆吴树林冷战中，曹格在这次的演唱会中多次感慨，似乎还向老婆隔空喊话回应婚姻近况。只想你能，只想他能。演唱会最后，曹格感性发言，不过现场有粉丝高喊不要打架，让他忍不住直面对象。如果有一些人太过分，我还是会打的。我学会了什么？原谅，放手，祝福你。所以我不会跟你打架，因为我的 level 比你高一点。可是并代表我好欺负。